PK 哦。跟妮可老师。哦。是还好啦，可是我会看那个网友的留言，应该很好笑。你看过他直播，你觉得他的技术怎么样？老实讲。很好啊。真的好可笑。有吗？你觉得你今天的胜算大吗？我不敢说耶，等一下我输了不是很丢脸。、欸。老师，你今天不要勉强。好，今天不会勉强。现在的实力大概是巅峰时期的多少？大概只有巅峰时期的一半多一些而已。那你觉得你是胜负欲很强的？我是算是胜负欲蛮强的。那今天应该有准备一些绝招呀？有，有准备。好，那我们期待一下，马上上场吧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ico。大魔王柔柔，还没赢就自己说自己。对，这样子我怎么办嘞？我今天我们要来 PK 瑜伽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就是因为网友一直敲碗，要看我们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。对，那如果输的话怎么办？输的话，我们就要接受惩罚。网友大家想一下，要怎么处罚？要怎么惩罚我们？这样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是大魔王哎！在家里有钱吗？可以哦。我们一样前劈好了，然后我们再加一个网友最爱看的凹断脚，后面脚把它弯起来，可以的，把的。脚掌压靠近臀部，可以的话再把它卡到你的肋骨。哇，不行，我只能到这样。那我就做，等一下，我就做。这样。这是网友说的大法师。给你拍拍手。可以的。哦。就在直播里面拍，看到。看到。这个自在家做。耶。好，我再帮你教嘛，两只脚伸直。可以。有算完成一个动作。
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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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看看他这个有愉悦的笑容。他可以啦。我都很紧张，我都病过一天。那我再帮你们加码。脖子上，不行，我等到这样。好，我再加码给你们。哦，今天开秀。进阶的瑜伽动作，那不建议一般初学者做，就是以安全为主哦。再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订阅。好，老师帮我念一下这个第六组。这是长，那是长，长在长在夜里长，长在在林里长。哇！这就是惩罚。惩罚的示范。好，那你再帮我念一下这个，什么叫第七个？这个第七个帮我念一下。好，来，老师来帮我念一次。小梁放羊遇见狼，狼小吃羊怕小梁，小梁打狼救小羊，狼死羊活靠小梁。念你这个念的不错。很多小羊。